マッサージにも行きましたし、気持ちくて足裏じゃなくて、なんか肩の下が伸びてるめっちゃみんな日本語が伸びてる。あとはその食べ歩きながら街をこう歩いたりとか、新夜市とか、で僕街でサンダル買ったりとかして、すごく楽しんでます。楽しみました。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哦，然后就是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也有去士林夜市，然后有去全身按摩，然后有帮他们敲一下肩膀，我觉得不错。那此外就是也有跟台湾人一样，就是边走边吃的这样子，然后在路边摊有边买边吃。我透露一下，他这个地瓜球跟那个烤鸟蛋，真的就是吃的不亦乐乎，真的一路上吃下来，台湾是真的充满美食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我吃了这个蒜泥白肉，让我学到这个中文，就很开心，真的谢谢。